新上掉了两个魔王，第三个准备啦，请出。哎，怎么样？没有我了就不好看了，没错。谁要看这样一群男生？也对，也对，是不是？有道理，有些养眼的吧？有，请出题，打乱歌词题。好，写一下答案。哦，哎，小心不要被看到，好，关燕，小心。对那个王者最后的尊重，就让你写完。时间到，好，请亮答案。看一下，别找我麻烦。开门见山。啊，真的哦，完全搞错了。对了，本来就不找自己麻烦。这是你们的歌路不找自己，本来就很简单啊。对，我拿错了。一直有一个感觉，但是就想不到这一首哈。扣20分，大天。哎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坦白讲，真是背负很大的压力。辛苦你。我去各大的学校讲脱口秀，大家都没有在听，他们就会放一个前奏让我猜。我已经在台上答错差不多有10几首歌了。我已经。你们加油，未来就靠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你自己找个位置。好，来，各位，我们看点就看这个人会去坐哪一个位置哦。我坐这。你那么快淘汰？对啊。真的吗？不然我那么快淘汰是真的。那我坐这好。这里至少卓一峰还有镜头。好带吗？还 OK。对，坐那边还可以。好孤单。爽不爽？已经占掉了两个魔王，第三个准备啦，请出。哎，怎么样？没有我了就不好看了。没错。谁要看这样一群男生？也对，也对，也对，是不是？但是有道理，有些养眼的吧？哎，有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真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他们也那么认为的哈。也是，有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当女生啊。我看加油，好不好？请出题。图片题，好新哦！有这种啊，好新哦！哦 ，MV 啦 ，MV 哦，这个你们也知道？这首的 MV 哦，不可能吧？这个什么？哇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对对对，过年过年刮刮乐都会听这首。哦哦啊！哇，你还给人家提示哦，刮刮乐，真的吗？刮刮乐，刮刮乐应该问露露，是我哎，对，露露问露露就知道，输好多钱哦，露露。那个马桶太经典了，对。马桶太经典，马桶还经典，他是在吐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显然应该是哦，应该是在吐啊。我觉得这不是在吐，就是在假赛。要不然怎么可能会有这个角度？他是在吐吗？只有两种马桶吗？他不能擦马桶。对啊，3、2、1，亮答案。没有，我们没有，没有，完了，没有，写好才交头，写好才讲。不是说刮刮乐吗？好，25分。我以为刮完没中，我以为我会暴富啊，我以为我会暴富，但是我没有。我以为我会暴富，但是我没有。